这补助搁建设地方，所以政府也唔只我都争取这侪钱，啊，唔是干那政府啊争取，唔是干那黄伟哲市长甲我讨呢，我去甲苗栗国民党的馆长、国民党立委，拢甲我讲院长，拜托新新好，给我苗栗多一点。我讲诶，啊，你心在预算的时，你咧国民党这两个立委，敢是拢一直反对？丢水球撒面粉，阮政府啊，唔免抹粉，就已经足水啊！因头结果，你讲无抹粉，去伫阮伊转来说，规面拢白沙沙的。按道好，刚才政府啊较大只，各地啊各好势，咱的预算过，即马才有钱通补助，对不对？好。所以，安尼减税。补助，结果年底还有剩钱才熬啊！马英九做八年，逐年都红字，上济红字一年了2000多亿，进蔡总统一个接手，第二年开始剩，去年一年剩1100多亿，有够无？明年的预算我编好啊，上帝的话呢，明年收入。甲要支出、要补助的拍平，阿、啊、你有够无？我所以算我嘛，这个政府有政府会做事。第一，甲你减税；第二，甲你补助；第三，有存钱；第四，预算22年来头一次平衡，有够无？我啊，这个政府真好，当然还要继续做，好阿妈，好阿妈，好。所以你讲，哇！生意讲到这，要甲大家报告，行政院长打一打，就是顾台湾。但行政院长要做代志，唔是干那总统同意，是爱立法院同意。这我上有经验，因为我做这行政院长，唔是第一届，是第二届。将来我咧做，后边做总统，立法院都无够人，更要做东做西，拢总有反对，动起来。那就卡手北个无才调，即摆好佳哉，大家会选，唔是干那政府啊当选，立法院立法委员咱有够人，所以咱会当一直改革，一直前进。所以拜托，我蔡英文总统连任，这票一定爱投，好唔好？好。我王定武连任，这票一定爱投，好唔好？好。你有三张票。无了你的工，你入面，伊予你三张票，第三张票足要紧，投民进党叫做政党票，唔通讲啊，我都总统民进党，立委民进党也无政党，即个我小本的，啊你都害呀！各位，你若无民进党，一旦过半，代志拢免做啊！所以各位，想好台湾。要让民进党蔡总统继续执政，要让伊完全执政、完全负责，要让咱立法院唔通来咧白卡白手，唔通再来遐丢水球撒面粉，让咱台湾会当向前行。